慌慌张张的。老高，老高，给我打电话说，他表妹来找我。你来咋的？你猴气喘的。啊，表妹，是不是上次给你介绍对象未遂那个？啊，就那个，一心想过富裕日子，要求家产十万那个吧？是全班同志一块帮你算家产，加上那两张破渔网，刚凑够十万。建国还是嫌你那个不富裕，跟你锤了吗？对，我找你干啥嘛？是。老高跟我说了，这次不是介绍对象，这次他要向我拜师学厨艺。我跟你讲，别太激动啊，小心把心脏给散了。好马不吃回头草，来，大姐。好马是不吃回头草，但是一定要看是不是好草。现在做什么工作？我现在是搞机甲证。搞机甲证？哦，你就是做那个小保姆吧？什么耳朵？搞机甲证？搞机甲证是做什么工作的？搞机甲证就是在高级房子里头做家务呗。对呀、做家务那不还是小保姆吗？所以嘛，那就做吧。你干什么啊？注意设置。不爱理他们。啊，那你跟我为什么要学厨艺呀、啊？我那个古珠吧是个男神、我就想把厨艺提高一下，让很多人安拉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妈呀，明白了，不想做家政了，想做嫁衣了。那你跟那个古珠是恋爱关系？不是，但是正在追求中。追求啊，没事，你就心脏少了，有这毛病。少点没事，我带你去学做菜。小贝，你看你那个男朋友。还不是男朋友了，正在接触过程中。对，你看你那个正在接触中的男朋友。那个人是不是很富有？也没啥富有了，全部的家产加起来呢，也就两条破船，两个破网，还有两个破房子。那他跟条件跟我差不太多呀、我们家也是两条破船，两个破网，还有两个房子，但是我们家那个船太小了，我上去都紧张。他们家的船大不大？不大，比那航母小多了，也就能拉个几十万吨货吧。几十万吨货，那那网得多大网啊？哎呀，大也没啥大了，每天的点击率也就千八百万的。对，是不是捕鱼的事啊 ？IT 是吧 ？IT 公司的是不是？哎呦，那太厉害！那你家房子是不是也很大？哎呀，也没啥好大了。那是不是那种几十层高，上面挂了五个小星星的那种？太高了。那床都那么大，网也那么大，那房子应该是配套的，都要大呀。那是他办公用了办公大楼，他还有个别墅，我平时就住在别墅里。都住到一起去了。同意啊。
算完了吧？人家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在他家呀做家政。做家政？嗯。和 IT 公司老总，那你们两个人合适吗？啥叫合适？啥叫不合适？培养出感情了，那就是合适。你看我这么努力，这么拼命，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有一天啊，我能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吗？小慧，你千万不要相信那个什么童话里的故事，那都是胡编乱造的。我跟你讲，鸭子就是鸭子，最大的变化也就是从鸭子变成烤鸭。天鹅就不一样，生下来就是天鹅，到死还是天鹅。你就是长上翅膀，你也飞不上天。人类都是高科技信息化时代了，没啥不可能了。对对对，可能。现在连我都写博客了。写博客了，嗯，厉害，还很出名了。你知道我在网上叫啥不知道？叫什么？美女家政。美女家政，哇，你太厉害了！美女家政，那你做美女家政了，你还去做饭干什么？那不是家政的主要工作吗？不是，我主要是想让我追求中的男友啊，能经常回家。他现在一个星期啊，都很少回来一次。那你不成看房子的了吗？也不光是看房子。两个小兔子陪着我，两个小兔子，一个空房子，还有一个小鸭子，不是小天鹅。那也没有必要学做饭呢。你没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要想留住一个男人的心，就必须先留住他的胃。我就是想跟你多学几个绝招啊，这样他下班回来，我就能做好多好吃的给他吃。他一吃上瘾了，就会经常回家吃饭，这样我就能趁机抓住他的胃。这叫先留胃后留心。没有，我说那个小慧怎么？哎呀，洪班长，你不是教我做饭了吗？问这么多这个干啥？对对对对对，吃饭啊！我教你，我想了解他的情况，真的他推出不同的菜谱吗？我教你几个绝活。拿手的，醋溜白菜，醋溜豆芽，醋溜土豆丝。嗯，我咋听着都那么酸呢？哎，醒醒！哎，到站了。这车会超速的时候，光聊加长啊，是不是对人有意思了？到站了。哎，你干什么呀？咱也是一点意思都没有。他让我教他做菜，我这是干什么？感情，他想留住他那个追求中男友的胃。啊？嗯？哎呦，那这个事儿他还挺上心啊。哎，他男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呀？哎呀，般般的人嘛，条件也很普通，就是说他家里面有两条破船，几十万吨的排水量，还有个大网，每天有几千万个点击率，还两处房子，在城里是一个摩天大厦，几十层，在郊区有个独栋别墅而已。独栋别墅，这条件是得上点心啊。对呀。我天，哎呀妈呀，我这愿望是好的，这不太实际呀。嗯。人富翁娶女明星的不少，那没听说过娶小保姆。干什么？等我跟你急啊，我讲话没搞清楚，人身份就乱讲。人家不是小保姆，人家是高级的家政人员。干什么？你鼻子难受是吧？这么痴情的女孩子真是让人感动，我真是想跟她一起帮助她追求这份难得的爱情。哎哎哎，你真叫她炒菜了？对。我毫无保留的把我祖传的醋溜系列全部交给他。哎呀，你看你这个重色轻友的人呀，你为什么不把你这个特色交给我呢？嗯，和大家呢？是，你说教啥不好，教醋溜和你现在的心情是一样的。你说你教他那些是干啥玩意儿啊？你就教他两个贼拉难吃的菜，把他男朋友的胃啪给吃吐出来，你们就有戏了。我跟你讲，我做的区别和你就差他一点点，我比你要厚道一些。哎，自从我决定从小慧做菜的那一刻起，我对他追求的梦想就自动破灭。小慧啊，小慧，我教你的醋溜菜系肯定能留住你男朋友的胃。留住胃了不一定就能追求成功啊，要不然的话那女的不都学大厨子去了吗？你说像小慧长得这么漂亮又会做菜，傻子才不爱。这是你眼中的小慧，你觉得好未必人家别人觉得好。没有文化。大家好啊。你好，学会来了。正说你嘞。坐着坐着坐着。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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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意思啊，又来打扰你们了。哎呀，不打扰不打扰。哎呀，你看这话说的。那个小慧啊，他教你做的这个菜怎么样啊？肯定把你男朋友的胃留住了吧？是，是不是天天回家吃饭，现在都嫌做菜累了吧？离朱氏家政的目标越来越近了吧？急啥呀？他硬着头皮，皱着眉头，就吃了两口。我的这种菜岂不会那么难吃的啊？他不信那菜是我做了，他非说那是在饭店订了。这是夸班长做菜做得好啊，是小饭店做的吗？哎呀，他说天天都在饭店吃饭，就像吃家里的饭。这好不容易回家吃顿饭吧，结果还是饭店味儿。他一直生长在东北那嘎达，在山东捣过菜，在山西捣过煤，在新疆捣过棉花，在内蒙捣过羊。哦，对了，还在那个俄罗斯捣过皮夹克，在美国捣过网络。啊，我的妈！国际导游，那把胃吃砸了，难怪不知道吃啥好了。对呀、啊，那你哎，你让他自己说他想吃啥，你就给他做啥嘛。对、啊。他说了，他说他想吃他爸做的那个东北熬菜。是他的家政，哎呀，就是炖菜。那就把他爸接过来做家政呗。接不来了，他那勤劳一生的父亲还没等过上好日子了，就已经化成山脉了。这人挺有感情的，对。这潜意识里怀念他父亲的。这那谁会做这个家里味道的东北菜啊？我呢，倒是经常吃我爸做的东北菜，对那个东北菜的掌握也是八九不离十。这样，我教你两招，肯定把你男朋友吃跑。不是吃饱。来，我教你，带本了吗？带了，带了，带了。大哥，记一下。我就给你陪一下。不用，放心。肯定会把你男朋友吃成大胃。你好好记，别看我，好记性不如烂熟。白菜炖大豆腐，白菜一颗，大豆腐两块，什么葱姜蒜一点不放。大周哥，哎，咱能把那个一颗白菜呀、两块豆腐啥的换算成斤两两啥的中不中？让我好操作吗？可是这玩意儿我真不省心。家里做菜最大的特点知道是什么？知道不？就是你想放啥东西就放啥东西，没准睁那么眼睛干啥？找个饭店又咋整？也对哈、啊，大周哥，你说，接着说。白菜切成大块，老帮全留下。老帮子，你敢留白菜心吧？这孩子真不省心，留白菜心那不成干锅娃娃菜了吗？啊？老帮子留下。白菜心扔了喂兔子啊！别急，赶紧记。白菜心喂兔子，你让人去吃老菜帮子。炖菜炖菜嘛，白菜帮扛炖，你先放半锅水。那得多大的锅啊？不管多大锅，一勺半锅水。嗯，不对呀、啊，你还没放油了。放啥油？这孩子又放油，整出饭店味儿咋整啊？啊，那俩肉片啪往锅里一扔，马上溅油去，往上飘着。那不成了水煮白菜豆腐了？谁说水煮？这孩子老嚼硬，你往里得放盐呢，还得。你是啊，你不放盐就真成喂兔子了。你放了盐还是水煮白菜豆腐吗？你给往里放酱油，酱油之后老抽啪往里放，咔马上见颜色。记了，快记了。大周，你不是故意想坑我了吧？啊，我就照你这样教了我去做，别说留住他的胃了。我估计那两只兔子吃了都得跑喽。小慧啊，哥是过来人，你想想，人家那么有钱啊，想吃啥没有啊？100块钱的螃蟹，200块钱的王八，500块钱的龙虾，满桌尽现黄金甲呀！这人家吃饭吃人家吃啥你知道吗？人吃的是一种情绪，一种记忆。一种寄托，一种情感，知道吗？没看出来呀、啊，哎，大周，你真行，不愿意吃饭吃味道，你吃饭啊都吃出哲理来了。那就赶紧去吧，别说他长了一个胃，就是四个胃都能把他留下。四个胃啊，那就尿。那就把他白叶留下，回家咕嘟白菜去吧啊，咕嘟白啊，马上咕嘟白啊。什么呀你干什么？我在里面都听见了，你说的什么破菜呀、啊？30年前我们家常吃就是这种菜。你看现在都21世纪了，谁吃那个呀、啊？是啊，现在人都吃鸡鸭鱼肉，你还清水炖白菜豆腐？你按小毛这个饲料配餐是不错的吧？我许你误会我的饲料配餐。这什么呀？我知道不好吃，好吃我能教他吗？不好吃他就不来了，老来嘚啥玩意儿？这不刺激班长吗？
我就愿意他吃酒我。贱！贱怎么了？我叫洪建平。老高的表妹怎么又不来了呀？又没戏，你惦记人家干什么呀？放心吧，吃了我教他的菜，兔子、男友全都跑了。大成，小黑，哎，你不要怪他，他上次跟你做那个白菜炖冻豆腐是开玩笑的，不要生气。哎，对，他那个不能叫个菜谱，你别在意啊。对，我为啥不在意？我得感谢人家呀。所有的都是大周个人立场，跟炊事班无关。没关系，回头要有人问是不是大周教的你，千万别说是厂务连炊事班大周就行了。啊，如果因此影响了你编拜天鹅的计划，他个人负责，不跟大家没有关系。造成的一切损失，我深表遗憾。大周，你说啥了？哎呀，我真的感谢你，他说那白菜炖豆腐啊最好吃。他把你骨头吃光了！啊！吓死我了！他说：“哎，这大周咋没当班长啊？”对，他肯定以为能做白菜炖豆腐就可以当班长了，开玩笑。真以为呢？这个炊事班的班长谁都能。同志们，看不看见？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点清淡的。所以说，小慧追他有希望。就是嘛。你啥意思啊？啥意思？你拿我狂扣啊？不是，我这是个比喻。我的意思就是说呀，好女的她见多了，现在喜欢搞家政的。我嫁了你啊！你就别解释了，那你就接着做那个白菜炖豆腐呀。对。哎，她现在又想吃啥？鲶鱼炖茄子。嘿，那菜好，东北的一道名菜，亮丽的风景线。哎，问题是她想吃她爸做的鲶鱼炖茄子。她爸爸做的是吧？嗯。哎，她爸爸做的鲶鱼炖豆腐。炖茄子是吧？还有什么特点？他爸做的鲶鱼炖茄子啊，就是看不见鲶鱼，把那鲶鱼啊都给炖化了，然后说只有把鲶鱼炖化的鲶鱼炖茄子才是最正宗、最好吃的鲶鱼炖茄子。这什么做法？这不炖了一天了，不管咋炖，那鲶鱼就是顽固不化。肯定是，你说你又不是韦小宝，又没有那化骨药水。大周哥哥，你再试着帮我一次吗？最后一次帮忙。我以后再也不打扰你们工作了啊！既然想，既然这个难度太大了，不亚于科技公关。哎呀，那费用、鲶鱼、茄子都是我出，你管管技术。你管管技术，对，那好吧。太难了，你说连个泥鳅炖化了都挺不容易，何况鲶鱼还长那么大脑瓜。对。你看我干什么？大脑瓜了吗？可就没有虚子啊，有虚子在做的吗？什么怎么样啊？从早上炖现在，你看着吧，这鱼仍然顽固不化。敲他脑袋干啥？敲你脑袋你愿意？多疼啊！行了，都忘了。要不然的话，不化就不化就算了嘛。小慧追那个男朋友不是很有钱吗？那爱找谁找谁去吧。费用人家也出了，鱼也炖了好几条了，但是科研进展仍不顺利。帮不帮他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搞明白这条鱼有没有炖化的可能呢？你说，如果真是像小慧说的那样那么好吃，我们研究出来以后还可以给战士做，让他们尝一下东北地方菜嘛。哎，不对呀，你就说这个鱼肉要是炖化了，骨头也炖软了，就看不出里边有鲶鱼来了。你说他爸是怎么把这个鲶鱼消失灭迹的？我说了，就别费这个劲了。你就跟小伙说，那个鲶鱼炖茄子炖烂了吧，把那鲶鱼捞出来，直接给他上茄子。你就告诉他，鲶鱼炖化了。哎，你这不骗人吗？哎呀，骗就骗吧，现在只能这样。鲶鱼炖茄子以后感觉怎么样？像他爸做的吧？啊，我不是占便宜。我就按他说了呀，把那个鲶鱼捞出来以后，就光给他上了茄子。刚开始啊，我还真怕他会发现，没想到全吃光了。但是吃完以后啊，他就捂着脸在那儿哭。
这怎么对呢？那就算你把这个鲶鱼捞出来没让他吃，还不至于急成这样呢。是吗？是的，感动呢。鲶鱼炖茄子，鲶鱼没了，还感动哭了。嗯，你们不知道，他销售啊，家里特别的穷，有三个孩子，他妈还生着病，就为了给他妈妈补充营养，他就半夜里爬起来去钓鲶鱼，好不容易钓了鲶鱼以后呢，他就拿给他爸爸做鲶鱼炖茄子，可是每次这菜端上来的时候都看不见鲶鱼，他爸就告诉他那鲶鱼啊是给炖化了。所以他就一致认为那个鲶鱼被炖化的鲶鱼炖茄子才是最正宗最好吃的鲶鱼炖茄子。他爸真把鲶鱼给炖化了，咋炖的呀？后来啊，他早早的就出去打工做买卖，挣钱供弟妹上学，给他妈妈看病，直到可多年过去以后呢，他爸爸才特别愧疚的告诉他，其实那鲶鱼根本就不是被炖化了，是他爸呀，偷偷把那个鲶鱼啊，先给他生病了妈妈，还有他的学习好的弟妹，偷偷吃掉了。这个故事很感人呀、啊，小伙儿，你的眼光没有错呀、啊。所以呀、啊，他一想到爸爸了，就想吃鲶鱼炖茄子，可就是没有那个味道。现在我又让他尝到以前这种味道了。这样的男人值得追。小伙儿。他还想吃啥东北菜的啥，我教你来。那我先教教广东菜。不，我教你广东菜是大好。我教你东北大辣饼，我教你广东的肥面。追求不成的话，他不早就又来学艺了吗？是啊。哎妈，你看，哎，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怎么来感谢大家？感谢，太客气了。小贺，嗯，是不是已经追求成功了？他是不是向你底下那个富贵的偷了？哎，对呀，是不是不做家政开始主持家政？干得好是成功，嫁得好更是成功。哎呀，又没嫁出去。他人不好啊。那人当然是好了。那你还是没有留住他的胃。我留住他的胃了，那我留住他的胃，他也不能再带个胃回来吗？啊，什么啥意思？他两个胃啊。对呀，你的胃是个女朋友的胃。啊，你一块吃一块吃啊。他就有女朋友了。所以啊，我一生气就不给他当家政了。哼，女儿当自强，我要上夜大学文化，我要把自己的文化素质提高。那你毕业以后是不是还干高级家政啊？我才不当高级家政，这一次啊，我要当家长了。啊！你们一定会看到一个全新的小伙儿。我该走了啊，再见。哇！又怎么班长，嗯，你的机会又到了呀！对呀对呀，班长，你赶紧去啊！各就各位，预备，呀！小慧，除了胃，我什么都可以留下。没有消息吧？一个女孩子啊，一个人在城里面孤孤单单又失恋了，怎么没有人关心人家呀？哎呀，班长，你不就很关心她吗？有，我是全新人。小贵，大家好。哎呀，我表哥老高啊，托我带本书给洪班长。那老高咋不亲自来呢？老高用心良苦看出来了。小贝，你怎么样？哎呀，就那样呗。我已经从那个喜欢鲶鱼茄子的男人家里啊辞职了。是吧？小贝，有时候要知道伤心是难免的，千万不要一往情深呢。我不伤心了，我已经想通了。其实他也没有啥嘛。古人曰：“良田千顷，不过一日三餐。”广厦万间，只睡卧榻三尺三嘛。
哎，被鬼子说好像是卧榻只有三尺没三。其实洗香起来他还不如你了，你看你迟了比他多吧？对对，你就连趟下去都比他斩点儿多。是，三尺三，搬来肯定不够。哎，关键你是怎么想的吗？我只能是这么想了。其实啊，你放子不在打消，忧庆则命，欠不在多少，狗有就中了。哎呀妈呀，心露是名啊，文化素质先上来了。有需要跟亲对啊，这真是恋爱使人云彩，失恋让人明白啊。我觉得这就对了，忘掉过去展望未来，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没事儿，他伤害了我，我一笑而过嘛。行，那慢慢啊。嗯，反正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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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come to 你。我也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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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come 你们，反正到我那儿去吧。哎呦，真的很忙啊！我带头有时间去，有时间去。行了，叔我也带到了，我该走了，再见啊！再见，慢走啊！啊！我现在就有时间。妈，这不刘翔吗？哎，你们快点啊！班长，班长，那个老高那个小表妹进展怎么样？顺利吧？什么顺利不顺利？不跟你们讲过吗？正在追求中，那赶紧追兵啊！你说你当兵这几年收获多大呀？这家伙弄回一大堆奖状不说，还娶回一漂亮媳妇。什么叫漂亮媳妇？还究竟怎么样呢？跟你们讲多少次了，正在追求中。我估着主意，你问问人小辉啥态度？别像小辉追那大款似的瞎追。对，关心我，关心我的工作做好。你就说让大家参谋参谋吧，咱吹完从来都发挥集体智慧啊。就是，工作是靠集体的智慧，媳妇靠自己。切。切啥切？你不相信大家？我他妈切切切切切啥切？切！办那事肯定办那么顺利。胡班长，胡班长。说，小慧来了。胡班长在吗？啊，我们班长他去那个。我是来跟他告别了。啊？那个，我们胡班长去那个长展办事去了，这没怎么见面呢，怎么就要告别了？是吗？我先回老家了。等会儿，那事儿没办完，咋就要回去了？对呀，啥事没办完？你和班长事儿还没完呢。嗯，就是呀。我和他啥事儿没完啊？我出去修案了，俺彪哥的事我也给他逮到了，我又不欠他钱，他也不欠我钱。还有啥事没完？小慧啊，咱们说没有啥事就没有啥事了呢。咱班长不是正在追求中吗？那事儿啊，那事儿那咋能急啊？那不得慢慢了解了解吗？那怎么一到我们班长这儿，咋就突然变得谨慎了呢？是啊，大周哥，俺爸俺妈现在都不干涉我的婚姻恋爱了。哦，对对对，你看，你干什么干什么啊？跟女孩子的事情，个人的事情。不要被瞎问啊！那您在这儿等我们侯班长啊，这次干活去，各就各位，预备，讲。哎，同志们，我发现这个侯班长真的是喜欢上小慧了。长眼都快了。上回老高给班长没介绍成，那班长不茶不思饭不想好几天的吗？那这回小慧又走了，那班长心脏会不会再闪一下呀？别问了，我可能整不住你，我得整一个动得坚强的心脏。我这次不一样了啊，这个悲剧不会再发生了。这不我叫来了吗？你又讲悲剧？我主持一下工作啊，来来过来过来。啊，说我跟你们说啊，我们这次要跟小慧的面前宣传一下班长。就是说小慧喜欢什么样的人，我们就要把班长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你说他要喜欢上比尔盖茨，咱们上哪儿给班长弄那道儿？他要喜欢个军官，咱也没权给班长提干呢。他要喜欢杰伦听风啥，班长还得去整容去。那他要喜欢抽型，班长还得去毁容。妈呀，刚给缝上又给拆线了。哎呀，你看这个搞宣传嘛，最怕碰上班长这种没特点的。你说长得吧不好不坏，丑的无惧无险，胖的不奇不怪的，你说说。是呢。这样，
我们可以从他这个人的品质和这个技术上来夸他。我跟你们说，不要怕夸张，不要怕这个脱离生活。如果这个现实的生活和这个宣传效果互相矛盾的话呢，我们选择宣传效果。你不给他炊事班，你要不搞宣传，白瞎这人。埋没我很多年了。这就各位预备。你干活去。春姐啊，那个我们班长到场站办事去了，你先喝口水吧。谢谢。哎，好。哎，小蒋。哎，到。你们班长转业以后，真的是去星际酒店当厨师吗？当厨师谁干呢？他是去当厨师长去，月薪十万。月薪十万？嗯。那哪是当厨师长，那是当董事长吧？对，那个是年薪十万，年薪十万也不错呀，是吧？家产十万，一年到位。家产十万，那已经是去年的知识了。现在是一万两万不算数，十万八万是基本户，百万元啊才刚起步。你不能老跟那住别墅的比，是不是？所以嘛，我现在呀、啊、对家产已经没啥要求了。这攒钱呀不是路，这能赚钱才能富。这有本事的人呢，本身就是个混存者，想啥时候去就啥时候去。哎，那我班长就是有本事啊！我跟你说，他是二级厨师，一级水平，特级的手艺。我跟你讲，我们班长做的饭那叫好吃啊，那是吃一顿想两顿，吃两顿想三。行了，他做了饭，我追求了那个男人就不喜欢吃啊。你那男人属于慢性胃病那伙儿。小蒋，你上次跟小毛编那故事，骗我说洪班长送钱去帮你们家解决问题，你还记得不？就那个故事是编的，但这事儿我们班长绝对能干得出来，真的。这男人呢，大方的还是挺好的哈。哎呀，那你要说大方，那就跟我们班长就对路了。我们班长绝对大方啊！你看我这人向来都是说话实在，是吧？他们都说你啊，实话瞎说。说实话哪错了呀？我跟你说，我们班长真最爱帮助人了，老大方了。我跟你说，他借给别人钱，从来都是那个不打欠条，不限时，无论多少，爱还不还。弄啥了？这银行借钱还还了？他以为他自己是编外民政局长啊？不也不是，他是打进，算了，我别说了，我这个宣传错了。我哎，小胡啊，你们班长平时真像小蒋说了那么大方吗？那还能过日子了吗？那班长平时非常节俭，就那军装常年就那么一套，袜子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九年？你说的是南京路上好八连吧？南京路上好八连这事你都知道？班长把这种勤俭节约给发扬光大了。那现在都这么富有了，该花的钱还应该要花吗？花呀，为了战友，班长花钱一点都不含糊。有一回我病了，班长跑到几里地以外给我买了一块这么大个的一个果仁蛋糕呢。你逼坏了，这是果仁吧？当时接到这块蛋糕，心里别提多温暖了。虽然这块果仁蛋糕上没有果仁了，那果仁去哪儿了？果仁被班长抠下来就馒头吃了吗？太抠门了吧！你不能看这个呀，这块蛋糕是班长的一片心呢，这是爱心蛋糕啊。那你得吃了，那可是班长的心啊。班长送蛋糕的时候，我刚吃完晚饭，有点吃不下，但班长呢，就冒着他吃撑的危险，他把蛋糕给吃了。啊，为了你，先把果仁吃了。又把蛋糕吃了，能吃了吗？那你可以第二天再吃吗？不行，那不行，必须在零点以前吃，否则来不及了。为啥来不及啊？那零点以后过保质期了吗？啊！班长节不节俭？可是太节俭了，一点都不像个男人了。哎妈呀，好像宣传不对路。啊，那什么，小慧你就坐着啊，我进去喝点水，说有点渴了。那个会长，那个我给你续点水。嗯，谢谢，不用了。小胡跟你白话啥呢？他这也拿班长开心，这小子。你们那个班长是不是太抠门了呀？这男子汉大丈夫，胸怀应该宽阔点嘛。班长绝对宽阔，那胸怀宽得跟大海似的。
准了吗？真的，你说他这宽阔到什么程度？你这么跟你说吧，你误解了他，他一笑而过；你骂他几句，他一笑而过；你就啪啪啪啪扇他一大嘴巴子，他还是一笑而过。那不成沙子了？不行了，我不等他了，我先走了。别别别！哎，小慧姑娘，请留步，请留步。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大伙去。哎，这个我一笑而过。小慧姑娘，请坐。哎呀，小慧姑娘，我要告诉你一个真正的班长，我们这个孙大人是一个讲原则的人呀。你去看看，他争了多少面红旗啊！啊，我们班长的原则就是优秀、先进，一个都不能少啊。不仅是这样，他就是谈恋爱都不苟言笑啊。我听说有一次给他介绍了个对象，他们俩出去了，这个对象要拐着我们班长，我们班长啪一下手给甩开了。为啥呀？我们班长义正言辞地说，不要这样，我们还没到这种程度，我是个讲原则的人。你们班长也太不懂浪漫了吧。对，其实那个我们行，拜，你别再跟我说你们班长了好不好，我现在脑子都乱了。小慧啊，其实我来我们班的时间呢是很短的，我对洪班长呢其实不是很了解。猫啊，猫，来来来来来，到了到了到了。我跟你说，你让他跟你说说洪班长是个什么样的人呀。他们都跟你说啥了呀？他们说了太多了，一个人说了一个样。哎，谁说的是真了呀？这就对了嘛，一千个人比一千个红班长嘛。对对对，哎，那个猫啊，你给他说说红班长浪不浪漫呀？红班长太浪漫了，咋了咋了？鸟，我想死，这还不好想。刘乐，你知不知道红班长和他的第一个女朋友是咋认识的？他没跟我说过。第一个，别人的女朋友有介绍了。有一见钟情的，可是俺班长和这个姑娘是在树上认识的。你咋不浪漫？对呀。你说的别太夸张了，你夸张不就成猴了吗？我是根据外国笑话改编的。树上有只猫。那个姑娘啊，她的猫上树了，下不来了。对对对。那个姑娘呢，也上树去抓猫，也下不来了。她就求红班长上树帮她抓猫，结果俩人都下不来了。可不真了吗？两个人在那树上嘀嘀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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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两个多小时，直到有人把梯子拿过来。结果两个人都不愿意下来了。啊，太浪漫了吧。哎，那后来咋又没成啊？以后呢，红班长就天天在那树上挂条鱼，勾引那姑娘上树。不对，勾引姑娘的猫上树。我呀，天天帮那姑娘到树上抓猫。小猫啊，这好像是英语新概念的口味吧。这是新概念，但是结果完全不同。对，哎，红班长天天在那个树上挂条鱼，那个姑娘给他急了，就跟他吹了。那为啥呀？因为姑娘的猫把家都搬到树上去了。那班长还这么浪漫了？这算啥呀？红班长跟他的第二个女朋友更浪漫。第二个了。哎呀，红班长呀，和他那个第二个女朋友啊，在大洲飞驰的三轮车上玩泰坦尼克。泰坦尼克，红班长。那那里的那呜，你那里那呜。这算啥呀？红班长跟他第三个女朋友更浪漫。行了，够了。不够。这红班长的情感史也太丰富了吧？他到底找了几个对象？我说够了吗？我去干活了。我去拔他。来了，我都等了你一上午了，我来给你告别。哎呀，别别，坐，实在不好意思，工作实在是太忙了。等会我跟你讲，我慢慢相处，时间一长你就对我了解了。我已经了解你了，你的同事啊已经把你的详细情况都跟我说了。就是了，这么小子，他们喜欢夸我，喜欢表扬我，但是说的都是事实。他们说的都是事实吗？是事实，他们从来不说谎。我越来越不了解你了，你
你到底是个啥样的人呢？你是不是人格分裂呀？人格分裂？他们都说我怎么了？我问你，你到底有几个女朋友？你让我数一下。只见过几次，每次见到以后都是无疾而终嘛。他们都说红心恋爱接受最快，耶！太噎上了你。他们的情况有没有说特别浪漫呢？在树上认识一个吧。树上认识一个，我又不是猴，这怎么会在树上？那在飞驰的三轮车上中过泰坦尼克号吧？飞驰的三轮车上长泰坦尼克号，小辉，我跟你讲。这个车停在这里，我都上不去，还飞起，没搞错。我是谁？我还想问你是谁了。我是。咱俩的事儿啊，还是算了。哎，小慧，别这么算了，小慧还没有开始，怎么就结束了，小慧？就是向他宣传的这些。嗯嗯。我们也是对位宣传的嘛。是是是。对什么位啊？对什么位啊？我们这开始谈恋爱了，还让你们宣传什么？你不是说你正在追求中吗？你这个你谈上恋爱了，你为什么不兴奋啊？就是啊，我还要怎么兴奋啊？我总不能天天在房上待着吧？拜托，我是班长，可不可以矜持一些啊？你表现不准确啊。对呀，那么看怎么像忧郁症呢？是啊，忧郁期刚刚开始的。好女朋友。人小慧怎么说来着？嗯嗯，不着急，慢慢来呗。慢慢来。那叔叔说你听一听啊，她这个女孩子也要矜持一点嘛，她不能表现出太着急嘛。那她为啥回老家呀？嗯，说好了的，拿着我的照片让她的爸爸妈妈看一下嘛。完了，让咱给山山偷了。反正你的心脏是不是被扇了一下？怪我闪惯了了，怪我呀。我来的太晚了，那个拳击队友集合，追小慧解释去，哥几个没预备，停！干什么？打！靠你们说几句好话，我就可以谈上恋爱了，那我还用现在去追求吗？小慧，不要听他们的，我用实际行动向你表示我对你的爱，你等着看。出来了，出来了，这上！你看，他回来了。你是个男的。你快回来！哎！咋的？再买去，晕电回来，小辉。喝过冰晶咋的？我坐在公共汽车里，他一直在后边跟着跑。就他这汽车，硬是跟着公共汽车跑了5公里。没你公共汽车，下次地铁我就不追了。你们放心，今后咱们奔5公里，我保证不会落下。我说小辉啊，你就这么忍心让他跑5公里啊？那我坐了又不是出租车，公共汽车不到站，人家也不给停嘛。不停不停。哎呀，这平常我们班长跑5公里，那家我们连拉带拽的，怎么的这把一口气跑下来的？俺的娘啊，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啊！哎，小辉啊，其实那个我们之前跟你说，就是托我所好编了吧？好，瞎编。其实啊，喜欢什么样的人，我也说不清楚。那就是一种感觉，这就对了。不有句话说得好吗？那说不清楚就是爱了。反正啊，刚才我在公共汽车上看着他满头大汗了追着跑，那一刻啊，我就坚信我自己的感觉了。班长行啊，平常的5公里没白练哈，这家军地两用啊。你主意追上了。哥，这下你都放心了吧？我该走了。我送你。那我要上三轮，送你去车站。不用了，我走一走可以。那咱俩也跟个泰坦尼克。喂，